富邦悍将陈宏文开季中继出发，春训以先发方式调整。记者黄志源社。记者郭义杰高雄报道，富邦悍将网罗投手陈宏文将摆在牛棚补强战力。悍将总教练叶军章表示，陈宏文春训会以先发方式调整，球季开始预定从中继出发，先发准备起来，中继不会有太大问题。陈宏文和林玉清遭中信兄弟释出后转战悍将，两人都设定在牛棚先发轮值部分。除以续约的三冠王罗莉和另两名未定的洋投外，本土投手包括林正贤、蔡明静、黄义智、范玉宇、陈世鹏、陈明轩都要争取先发位置。叶军章说，有些年轻选手看起来还不错，例如每年都有机会的范玉宇，今年看来又不一样。陈世鹏也保持一定水准，只要心理准备好，在一军先发也不是太大问题。本土先发目前呈现六强二，叶总也提到黄义智状况不错，希望他今年有更好的表现。林正贤在技术、心理各方面也成长许多，应会固定出赛。至于是怎样的固定方式，就看球队状况。牛棚部分，第八、九局投手也有构想，包括续约未定的郭宏志以及林奕豪、黄胜雄。叶总说，如果罗国华准备的 OK， 也是人选。悍将还在等待郭宏志的答案。叶军章表示，小郭一直在亚利桑那调整，一定是想要继续投球才会去准备，就看他最后准备结果如何。郭宏志经纪人张家明指出，郭宏志持续在费雪运动中心复健训练，预计一月底返台，仍以延续职业生涯为目标，合约上与球队讨论中。富邦悍将陈宏文开季中继出发，春训以先发方式调整。记者黄志源社。